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95面，695面。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各得其所。这一段我们前面学过，今天再从这里读起，这有特别的意思。这个十五句经文，是佛化政治教育大同之治，是诸佛如来无量慈悲的实现。啊，所以我们认真的来学习它。佛所行处，是佛陀教育推行产生效果的地区，无论是大是小，显示出佛教的大同之治。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为佛弟子，我要把这一段的经训落实在自身，落实在一家。确实能够享受到佛菩萨教化的殊胜功德利益，落实到一生身心健康，幸福快乐，就是早年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过意秋居是佛陀教化的处所，这一部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个时候讲过，无论是在中国是在印度，都是原始
部落的时代，这一定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国不大，在中国你看，方圆一百里是大国了，小国呢，20里、30里，那就是现在一个村镇，小国。世尊当年出世，相当于中国周朝。展开我们现在地图，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下面延续到珠江流域，珠江就是这个夷蛮之处了，也就是文化水平很低了。那么在现在中国地图上看，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有多少国呢？800诸侯。那是国啊。以后这些统一了，秦统一之后，都把这些国呢，化为县，也就是一个县。是一个国，甚至于一个县里面有两三个国，国很小啊。孔夫子周游列国，大概他走的范围也不过是一个省啊，那就周游列国了。所以一个国是现在讲是一个城市，一个城，从前住的城墙。那就是国，邑呢，就是像现在的镇，像镇一样。丘跟夷的意思差不多，有大小不同。有时候这个丘比夷大，有的时候这个夷比丘大。聚远，这就是村镇小村。现在我们说是县、镇、乡，这个村，要我们住的人有个小村，有村长。丘聚就是村，这个地方。有佛教教学，有老师这里在这里讲经教化，所以得到佛家的教化，人人都能信、能解、能行。依教奉行，经典上世尊常常教导我们，勉励我们信受奉行。对于佛菩萨圣贤人的教诲要相信，要接受，要认真地把它做到。大乘经里面佛常常讲，信受奉行呢，后头还有一句为人言说，言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做到了，表现在我们生活行为当中，展示给大家看。也就是现在所谓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榜样，人家看了欢喜，看了羡慕，看了感动，看了想向你学习。
啊，这是佛陀的弟子啊，这是圣贤的传人啊。啊，言是表演的，为人言说。啊，言是身教，说是言教。啊，时时刻刻要存着一个心，帮助正法救助。正法在哪里？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言语造作就是正法。正法不在外面呢，在自己。啊，自己做到了，正法久住，住在我身上。我这个身不能常住，身有生灭，我要传给别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正法就不会灭了。传的人越多越好，传的面积越大越好。啊，这是什么？这是报佛恩。这是孝道。那我们自己做得再好，如果不传，那要到此就为止了。最重要的传人，中国老祖宗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是什么？没有传人，没传人，到你这就终止了。这是对不起祖宗啊，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菩萨啊，对不起祖师大德，世世代代传，我接受到了，我享受到了，我能不传吗？啊，什么是报恩？传法是报恩。啊，真正具足传法的条件也不是容易事情。这一桩事，过去老师常讲，可遇不可求啊。李老师常常告诉我，学生找一个老师不容易，到什么地方去找好老师？老师要找一个传法的学生就更不容易。啊，真正遇到了无量的欢喜。这一生没白过了，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我接到这个棒子，我底下有人，我可以交棒，我能传下去了。啊，如果我这个棒交不下去了，到我这终止了，我是罪人。一个好老师一生当中能遇到吗？不见得。有许许多多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怎么办呢？著书立说啊，写成文字传给后代，希望后代有人看到这部书，他受了感动，他认真学习，以教奉行，他就接班接上去了。用这个方法啊，孔子跟孟子没见面呢，孟子是孔子的传人，这个大家都承认了，没见面。孔子过世了，孔子的书写的文字留在世间啊，孟子得到了，非常欢喜，依教奉行啊，读孔子的书，学孔夫子之为人啊，有疑惑的地方向孔子弟子请教，
啊，孟子那个时代，孔子的弟子还有几个，啊，在世间的，啊，向他们请教。他学得很像啊，所以后人尊孔子为至圣，尊孟子为亚圣。你看当时跟孔子在一起学习的，没有人能比得上孟子。啊，在中国历史上开私塾弟子之门路啊！啊，我的老师不在世间，他的著作在世间。我依靠这个学习，真是他的弟子，真正是他的传人。在佛门里面也有一个显著的代表，欧耶大师。欧耶大师四书莲池，莲池大师往生了，没见过面。啊，莲池大师的著作在世间，他得到了，欢喜，读诵，依教奉行，学得很像，很像莲池大师。啊，莲池。晋宗第七代的祖师，啊，莲池是第八代的，欧耶大师第九代。啊，所以真正发心肯学，老师不在面前没有关系啊。孔子的著述流传到今天呢，都还在呀。这两千年都没有再出一个孟子。什么原因？不是不能，而是不肯。啊，真正肯学，直接集成孟子，集成孔子，像孟子一样是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啊。啊，孟子把孔子东西学到家了，就是四个字。依教奉行，没有自己的意思。后人呢，依教奉行里头有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就破坏了。学习成绩就降低了。啊，岂不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沉浸，孟子对孔子有万分的沉浸，他得到圆满的利益，万分利益。啊，后人对孔子有百分沉浸，有十分沉浸，十分沉浸的君子，百分沉浸的贤人。万分沉浸才到圣人，啊，为什么我说人人能做得到？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孔子本来是佛，你本来也是佛，你怎么能做不到呢？你能做到啊。
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是本来佛。啊，孟子放下了，而且放得很早，他体会到了，他说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这个先生而且是妄想啊，你把妄想放下就是了。啊，慧能大师放下了，跟释迦牟尼佛境界无二无别。啊，那么这些菩萨罗汉也都放下，没有放干净，没有彻底放下，这个东西难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每一个人读了佛经，听了佛法，都知道佛法好，都很羡慕。为什么做不到呢？放不下。啊，认为放下了太苦了。这个世间大家都认为，财色名食睡，无欲弃情是享受。享受舍不得放下啊！真正觉悟的人呢，他知道这不是享受，这是什么呢？谚语所谓的苦中作乐，不是真享受啊，是苦中作乐啊，乐过了还是苦啊。只是有真实智慧的人，他看到了，他明白了，啊，他放下了。没有看破，没有体会到，他不肯放下。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没看破，没放下的人，啊，纵然在佛法里面修行，修得好像很不错了，五欲六尘境界现前还是保不住啊，立刻就被吸引过去了，就堕落了啊。有些人堕落了知道啊，但是他回不了头。一个是贪念，一个是面子问题啊。那说将错就错吧，这就错到阿鼻地狱去了啊！再回头，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啊！觉悟要快。觉悟要保持啊，保持的方法就是经教。我们在这里就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一生讲经教学。经典上没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没有放过假。天天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了。啊，这是给后来弟子做最好的榜样。学佛要这样学法。啊，出家就干这个事情。啊，教学啊，教一辈子啊。
啊，你会教出味道出来。这里头有落啊，方东梅先生知道，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个生活自在啊，啊，学得精。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我这个桌上有一份啊，同学们收集的资料，每个月新闻标题都是关于灾难的，三月有82起，四月有59起，五月有67，六月有155，七月有196起，现在是八月，我估计八月一定会超过200起。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灾难怎么会这么多，而且每个月比每个月严重，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这一段经文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把佛法落实到自身，身心安乐，健康快乐幸福美满了啊。为什么？我们学佛第一个认知，人没有死，这个你一定要肯定，你心就定了。生命是永恒，一切众生不生不灭，这是真的。如果真的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轮回就没有了，怎么会有轮回呢？轮回说明你没死，你这个身体失掉了，你再去找一个身体，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死了以后就生了，中国圣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在中国古人他讲宗时，他不是讲时宗啊，你看一年腊月30，这一年终了，第二天就开始了初一。宗时，宗时是永恒不断了。那我们人也一样啊，死生啊，这个身体死了，底下一个身体就生了啊。那么关系，我们越生越好，一世比一世好，这个是大吉大利。如果一世不如一世，那个就错了啊！啊，如何能够保住我们来世比这一世还好？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六道里头的舍身受身，谁在主宰？不是阎王，不是上帝，不是佛菩萨，
是你自己的心性住在这里。啊，你的思想纯正，见解纯正。啊，言行都能做社会大众表率。你来生比这一生肯定殊胜，福报如果是更大的，人间没有，你就到天上去了。啊，天有二十八层天，那是你修集善法往生的处所。啊，如果现在知道了，哦，这宇宙之间有个极乐世界，有一尊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不错，我想去，到他方世界诸佛国土往生，要修集功德。啊，福德不行，福德不出六道轮回。功德就超越了。功德怎么修？功德跟福德在形式上没有两样，都是断恶修善，用心不一样。啊，功德是忘我，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所修的全是功德啊！如果有自私自利、有名闻利啊，有个我在里面，就变成福德。差别在此地，六道凡夫修的全是福德辨识啊！那为什么他我没有删掉？啊，他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错了。佛法从小乘出苦，大乘是性位、粗性位的菩萨就把我放下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身真的不是我，身有生死，我没有生死。啊，我迷了叫灵魂，觉悟了叫灵性。啊，灵魂活动的空间超越不了六道轮回，灵性可大了，变法界、虚空界都是它活动的空间。啊，所以我们的修行没有其他的目的，提升自己的灵性。啊，第一步的功夫，放下所有一切的恶念、不善的念头。啊，头一个修善呐！啊，佛法里面十善业，我做到了没有？啊，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扎根教育的基础。中国在古代扎根教育是从胎教开始，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就教小孩，啊，母亲的思想纯正，没有邪念，
没有恶念，心情好，啊，一举一动都很稳重，不急躁。这个小孩在胎胞里头，他所得到的是纯正啊。啊，小孩出生之后，父母在小孩面前是表现的如理如法，他全学会了啊。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不是教小孩背的，也不是讲给他听的，是父母在他出生以后啊，做到啊，做给他看啊。父母还年轻呢，他的父母还在啊，他怎样对他的父母，小孩看到了。虽然不会说话啊，也不会走路，他眼睛会看，耳朵会听，他都能感受到，都在学啊。从出生学到三岁一千天，这个根深蒂固啊。古谚语有所谓，三岁看八十，意思就是从出生到三岁受到这样好的教育，八十岁不会改变啊。这是扎根教育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是父母做给儿女看的，是这么教出来的啊。古时候小孩七八岁上学，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把平常你所学会的这些道理讲给小孩听。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相信因果啊？老师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小朋友听，同时叫小朋友啊背书啊。背书是什么意思？修根本质啊。根本质是什么？根本质是无知，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那无知是什么呢？清净心。哎，叫他背书，他心就清净，就不胡思乱想了。小朋友要不给他背书啊，他也会胡思乱想啊。所以根本质大家不好懂，换个一句话你就 好懂了，清净心啊。如何把小朋友的清净心保持住？读圣贤书是最好的办法啊。每一天只叫他念一段，不要太多，这一段要重复100遍、200遍、300遍，让人重复啊。目的就是不准他胡思乱想，也不准他提问题，念就好了。问什么？长大了自然就懂了。这真的不是骗他啊，叫根本质啊。啊，圣贤典籍从小时候大概十岁以前几乎通通都背过了，一辈子不会忘记 啊。要用的时候引经据典随手念来，他都记住了吗啊。良好的习惯都从小时候养成啊。不杀生，养他什么慈悲心啊。慈悲心必须要养成他不吃众生肉。那为什么不忍心啊？
哎，这里不讲因果，单单讲慈悲心。啊，人要懂得因果，不敢吃众生肉。人有慈悲心，不忍心吃众生肉。啊，人要有慈悲心，不忍心害别人、伤害别人。为什么不道德？啊，如果懂得因果呢，不敢吃众生肉，不敢伤害别人。为什么要有报应的？善心、善行有善果报，恶念、恶行有恶报啊！业因果报啊，丝毫不爽啊！我们前面一品学的很多啊，前面一品专讲。善恶报应，一点都不假。啊，我学佛半年就长素，吃长素了。为什么？我懂得理并不多，我害怕果报。这个果报呢，是我亲自看到的。啊，我看到我父亲走的时候，果报。啊，父亲是个好人，他造的罪业很重，什么罪？喜欢打猎。抗战期间，他是军人，啊，军械官，管什么呢？管武器，所以枪支弹药就非常方便。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十五六岁，啊，家里面长长短短的枪八支。那管武器的嘛，啊，子弹是一箱一箱拿回家来的，所以打猎了。每天早晨起来，天还没有亮，啊，就把我跟弟弟叫起来，跟他一起去打猎。我弟弟很小，啊，他不敢放枪，啊，那我们十六七岁了就可以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打了。打了三年了，啊，每一天至少都要打十发子弹，啊，所以枪法是练出来的，要不要瞄准？不需要，几乎是百发百中，对吧？我也练到这个本事，啊，天天练嘛，天天打嘛。啊，学佛之后一回想，我父亲死的时候，《地藏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啊，看到山往山上跑，人骨瘦如柴，可是力气很大，几个人都抓不住他。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非常可怜啊！那是什么杀生的果报啊？打猎在山上，抓鱼在水里头啊？鱼是怎么抓的？用炸药啊，在水底下爆破。鱼整个翻上来，一颗炸药下去之后，总有几千条鱼。
那个时候不知道啊。所以在战争那些年当中啊，生活非常艰难的，那我们家里天天有野味吃，啊，可是胜利之后也不过就是五年之间，他就遭这么痛苦，啊，这样死去。我学了佛，一看《地藏经》就呆了，啊，讲的完全一样。不敢吃肉了，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布施，我头一回就是学放生，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大众放生，我们欢喜出钱出力，啊，跟着一起去。这个罪业造得太重了。楞严经上说的好啊，人死为养，养死为人。你吃他半斤，来生还他八两。啊，这是说业因果报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债的要还钱啊。啊，这些年来，好像是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来了一个总清算。啊，许许多多学佛的同学，在家出家都有冤亲债主来索命的，来讨债的，时有所闻呐。啊，这个事情不是迷信的，不是假的。啊，也就是最近大概三个月之前吧，有个学佛的同学在家的，啊，他气喘病很多年了，老是治不好，啊，闭一个月观念佛，发现了气喘是个冤亲债主住在他身上，叫他受这个罪啊，这才发现了。发现之后他真忏悔，他称气喘菩萨，称他这个债主啊，要求他不要跟他为难啊，让他能够把经念好，能把佛号念好，希望这个冤亲债主菩萨跟他一起修行。啊，他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求生净土。啊，这个心一发，果然气喘病就没有了。他说：“气喘菩萨在不在？在，就在他身边。”啊，一个月以后，他告诉他：“阿弥陀佛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气喘没有了，不用治就好了。”啊，以后立刻就想到，他脸色很难看。他就想到了，是不是又是冤亲债主找的？果然没错，是冤亲债主。
啊，那脸真是不好看呐、啊！哎，像酒糟一样，他叫做是酒糟菩萨。啊，也用这个方法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慈悲，把他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两个毛病，很多年，待了很多年，都没办法，非常痛苦，这问题解决了。啊，所以让我们反省，回想，我们身体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肯定都是冤亲债主住在身上，找麻烦的。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啊，要受煎熬啊，要受报应。学佛的人明白了，给他回向，给他供牌位，超度他。啊，他欢喜了，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所以，自身家庭都得好处啊。啊，弥补蒙化了。你从这一句上看，佛所行处就是教学，就是办班教学。没有这样的因缘，一个人也教，也要教，两个人也要教。啊，我们早年学讲经，李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到哪里去讲啊？到同修家里去讲。啊，礼拜一在张家，礼拜二在李家。啊，一个星期一次，那你找个五六家就很热闹，天天都要讲。听众呢，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只要真正发心，每一天讲不能休息，休息什么就生疏了。如果三个月不讲经，就忘掉了；六个月不讲，就完全回去了，全都还给老师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老师规定我们这些同学每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一次，不能再少的。啊，当然是多多益善了。啊，我离开台中到台北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讲五天，每一天大概都要讲三个小时。这个消息传到台中，台中老师桌子一拍，这还得了啊！哎，一个星期讲十几个小时。啊，老师的标准是一个星期讲一个小时就很可以了。啊，不能不讲，就越讲越多。啊，我讲到最多是每一天九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啊，每一天最少不会少过一个半小时。啊，现在都是两个小时，以前一堂是一个半小时。啊，不能停。讲不能停，学不能停，一停麻烦就出来了。弥补蒙化了啊，天下和顺，这是社会得到效果了，社会安定了，和睦啊，
啊，我们佛法讲珍宝啊的利益了。下面是医报，日月清明，风雨一时，再立不起。这个三句，物质环境的啊，所谓的是自然灾害，通通化解了啊，国风民安，这个地区物产丰富，人民安乐啊，兵国无用，没有战争，也没有盗贼，太平盛世啊，从德行人，从商道德，这教出来的啊，仁慈博爱啊，勿修礼让，礼决定不能少。人与人之间相处要互相让，不能争啊！啊，今天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教育里面的理念错了，叫竞争。这西方教育跟东方教育不相同，东方西方教育从小从幼儿园就教竞争，啊，西方人的理念不承认人是好人，认为人的本质是丑陋的，是恶的，不是善的，啊，不相信世间有好人，啊，这是西方人的人生观呢，跟东方人不一样啊，啊，中国千万年来老祖宗传下来的人性本善，啊，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一样啊！啊，今天西方已经走到走尽头了，走投无路了。啊，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他慌了，今年三月我在澳洲啊，澳洲的朋友啊，这几个朋友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的，到图文巴来看我，啊，问我一个问题，现在的社会，他是讲整个世界，能不能再恢复安定和平？我告诉他，我说可以。他
汤恩比布斯说过，这英国人讲的，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孔孟学术是什么？孔曰成人，孟曰取义，仁义是孔孟学术的核心。人是爱人，那现在人不爱人了，现在人是伤害别人了，所以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了。如果人人能够爱人，他就不会伤害人，不会破坏大自然，社会就有救啊！啊，所以要提倡仁，义是什么？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也就是所谓天理良心呢、啊，处事待人接物得有良心啊，利益众生不能够伤害众生。啊，我说孔孟的手段如何啊，论语上说，夫子之道，中恕而已也。啊，中是讲的用心，没有偏心，没有邪心啊，没有邪念，没有偏心，这叫中啊。啊，恕是什么？要饶恕别人啊。今天这个社会，全世界哪一个不犯过失，哪一个不造罪业啊？所以不能用法律来制裁，如果用法律他会反弹啊，又会造成社会动乱，不但解决不了问题，把社会又搞越乱，怎么办呢？要饶恕啊！你要问为什么要饶恕他，你要怜悯他，他为什么做错事情，他没有受过教育，他不懂啊！啊，今天整个社会问题，你追根究底是教育出了问题，不是别的啊。三字经上就讲得好啊，狗不教心乃迁啊，你要不好好教他，他就学坏了啊，全是学坏了，全是教坏了，从幼儿园就叫竞争，这成什么话呢？啊，中国古时候从小叫什么叫让，没有叫真的。啊，小孩在一起忍让。啊，长大懂事的时候了，谦让。啊，成年踏进社会，礼让，让到底啊，大家都相让，这个世界和谐了。啊，你是贪污，今天这个款哪个不贪污啊？啊，如果贪污都治罪，那全国官员都要治罪，那这成什么话呢？这不可以这样做法，啊，不管他贪多少，一笔勾销，你贪多少就是你的，不再过问你了，你以后不贪就好了。啊，可以做财产调查统计，承认你，啊，你有多少财产？啊，所以不能惩罚，要有怜悯心呢、啊，让他真正安定下来，国家不出问题了，过去错了就算了，从现在起好好的学习圣贤传统文化。
那这就好了。学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你就不好意思再做错事了。啊，所以心量一定要大，一定要包容。啊，一定先要求得社会的安定。啊，安定当中把教育办好，问题就能解决。但他们听了很同意我的看法。啊，另外有个人提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的。这我从来没听说过。现在西方人开始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都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是告诉他，大凡一个制度都是时代所产生的，啊，适应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啊，他用这种方式，用某一种制度，所以制度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制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教育，啊，为什么呢？今天的问题，人心坏了啊，什么制度在他手上，他都会利用他图自己的名闻利养。如果人是好人，再不好的制度他都能做出好事。人是坏人，什么好制度他一样干坏事。啊，你要再问我，我就想到一桩事情，如何把这个民主制度的优点跟中国帝王时代那些优点好的地方集合起来，那就变成很圆满的一个办法。能不能做到？能做到。啊，中国旧社会里面所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好东西啊。啊，集合在现在正当政治。啊，正当政治培养国家各国阶层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把这些道德都做到，那人都变成好人啊，他都能做好事啊。真正懂得了，没有不肯干的。日本稻盛和夫他懂得，他把中国这些好东西啊，完全学到了啊。他个人，日本人称他做圣人啊，个人的修养成功了，走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不佩服他的。啊，他有什么？把中国古圣先贤东西做到了。孔子的仁做到了。孟子的义做到了。啊，自己开了两个公司，都进入世界500强。啊，50年来的经营没有一年是亏损的，年年赚钱。啊，什么金融风暴、经济泡沫与他毫不相关。啊，你问他怎么经营的？
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营的，中国老祖宗在政治上第一个理念，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到深社会了啊！所以他的公司为什么永远那么样的兴旺，他就把这个观念学到了，在他公司就开始落实了。公司里面员工为贵，老板为亲啊，公司盈利第一个是员工的啊，第二个利益是顾客的，最后的利益是公司的，跟西方人这个经济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员工个个高兴呢，个个都认真拼命在做啊。啊，为什么呢？利益第一个是他们的。啊，如果你经营一个国家，你是国家领导人，利益是全国老百姓的，这国家肯定富强。啊，所以这些道理他学会了，他真的落实了。啊，所以他的影响很大。啊，现在年岁大了，好像今年80岁了。啊，到处在外面讲学，传播他的理念。啊，所以悟性。从德行人，务修礼让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后面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这是经典里面佛化正教大同之旨。后面黄念老的注解，我们把它念一遍啊。佛所行处，指佛所行旅之处，即所道之处。佛间，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我们把这个总结，佛陀教育推行之处所，中国古时候寺院庵堂是学校，不是宗教，这个要知道。你看寺院里面纲领之事跟现在学校完全一样啊，主持方丈是校长啊，首座和尚是教务啊，大学里的教务长，维诺是训导长，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学校分工完全相同。啊，所以方东梅先生给我讲过几次，佛教要复兴，一定要复兴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是什么？大学。啊，中国古代的丛林就是现在的大学。啊，恢复教学。丛林是学校啊，里面有很多科系，
就是各种不同的宗派啊，你想学某一个宗派的典籍，专门有老师在教导。啊，所以叫分座讲经，那什么意思呢？不同的教室，开不一样的课程。啊，所以它确确实实是学校。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一定要回归到教学，回归到学校，佛教才能够常驻世间。啊，其他宗教也一样啊。啊，今年梵蒂冈还有活动。啊，去年我曾经去访问过，讨论到这些问题。啊，今年的活动，我还是要强调这个问题：宗教一定要回归到教育。啊，他对社会也才有真正的贡献。啊，宗教在这个世间可以传下去。如果不回归到教育，非常可能被淘汰掉了，那就真可惜啊。啊，国家，一是乡里。丘有两个意思，啊，会所里面讲山丘，啊，第二个呢，周礼里面讲四夷为丘，啊，那么丘就好像是乡镇一样的，啊，居是居落，就是村落、村庄，啊，往昔小乡越居，啊，过夷丘居，表。佛所行之处所，这里有佛教的学校，寺院庵堂是学校，这个地方有经典的教学，所以无不蒙受佛之教化，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古云弥不蒙化了，那既受到佛的教化，这必感将吉祥啊，故得天下获顺，乃至各得其所啊。这就是这一段文所叙述的，天下获顺就是世界大同，万邦和睦就是天下一家啊，日月清明，风雨一时，指的是风调雨顺，没有旱灾，没有水灾，没有风灾，没有这些冰炮，这些自然灾害啊，就灾力不起啊。灾指的是灾祸，力是瘟疫啊，为既无山崩地震、海啸、落尘等祸，水火刀兵等灾，又无瘟疫流行之力，这社会多么祥和啊！那么这些灾难的根源，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难得被近代科学家证明了啊！近代科学家发现了一桩事情：人的念头
能够改变外面的物质现象。啊，所以佛在经上说，地震是傲慢的，那个地区居住的人很傲慢，那个地方的地震就很多。啊，傲慢感知的是地震。啊，海啸这是贪婪，贪心感知是水灾。啊，落尘，现在所讲的天坑地陷，这个是属于怀疑。对于自己怀疑，对于父母怀疑，对祖宗怀疑，对圣贤怀疑，对佛菩萨怀疑，就会有天坑地陷。啊，水火刀兵，水是贪，火是嗔，刀兵是战争，五毒具足啊。五足是贪嗔痴慢疑啊，通通具足啊，灾难就起来了。啊，瘟疫流行，这是一切恶业的感召。恶业里头最重的是杀业。啊，杀业里面呢是贪吃啊。啊，每一天想想看，被杀害、被吃掉众生有多少？还有一个杀人，什么地方杀人呢？堕胎是杀人，每一天我们居住这个都市里头堕胎有多少？啊，我听有人告诉我，全世界每一天堕胎超过5000万，两天就超过1亿呀。啊，两年呢，一年的时候5000多万，两年就1亿啊。这杀人呢，啊，这些婴儿到这个世界来，佛讲的四种缘，不是四种缘不到你家来。啊，来报恩的，你把他杀了，恩变成怨。他是来报仇的，报怨的，你把他杀掉了，怨上又加怨。啊，他是来还债的，你把他杀掉了，债上又加了命债，这个麻烦大了。今生后世啊，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你怎么会有好日子过？你运气很盛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你，不敢惹你；你运衰的时候，他就附你身了，就来找麻烦了。这麻烦大了啊！真正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起心动念自然就谨慎了。啊，不能有我念，
杀盗淫妄决定不能做，这是我业，决定有我果。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根啊，一切恶业的根本，我们没办法断，至少我们要把它控制，把它降温。啊，一定要把欲望放下。欲望是缘啊，欲望放不下，贪嗔痴慢疑五毒就会现前。这个东西现前，就会造杀盗淫妄，就造业。啊，有意无意都在造啊。啊，今天这个灾难现前，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我们自己一定要谨慎，要认真努力去念佛。说实在的话，今天除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路子可以走。啊，灾难真的就在眼前。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与大家有共业有别业，啊，能不能免，我觉得那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事情是要觉悟，是要明白。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一定要放下。印光大师教我们，常常想到死，他老人家晚年都闭关，他的官房我去看过，苏州楞严山寺，我相信很多人去看过，官房很小啊，他自己拜佛这个地方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就一张桌子啊，一尊佛像阿弥陀佛，很简陋，阿弥陀佛后面挂着一个大字，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是贴在佛像后面啊，桌子上只有一对蜡台，一杯供水，一个小香炉啊，一个银磬，一个小木鱼，其他的什么都没有。祖师修行居住地方啊，那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真放下了啊，心行不正，这一次的灾难大概都不能避免啊，不能避免，不要害怕，念佛求生净土就好。
啊，所以这是好事情。我们的身体保不住啊，生有生死啊。我们自己没有生死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死了以后，你又会去找一个身体，这叫轮回吗？啊，所以生不是自己。啊，迷的时候叫灵魂，灵魂出不了六道；觉悟的时候叫灵性，灵性超越六道了。啊，怎样才觉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觉悟。觉悟之后，你的灵性活动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哪里都能去，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身体很麻烦，衣食住行受这么多累赘业，啊，灾难来了。有人提供一个好方法，不要吃饭，不要喝水，也可以能一样活在人间。活得有什么意思？啊，人不吃不喝，不错啊。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对了。为什么不吃不喝啊？你的能量差了，稍微重一点的工作你就不能做啊，因为你没有那个体力啊。所以活在世间意义不大。但是这个方法在灾难来的时候帮助我们延续几天的寿命，好好念佛求生，这是莫大功德。那我们永远记住盈科法师的教训，三天三夜能把阿弥陀佛念来，他就跟着走了。这对我们来讲，这是最好的信息啊！让我们真正离开一切忧虑恐怖啊，身心安稳啊，必须的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这才能真正得生。啊，国丰民安，这你说得很好，国家富足，生产丰盛，人民安乐，好事啊！啊，兵国无用。啊，兵是兵刃，以金属为刃的军器。啊，锅是平头器，啊，这是古代的，现在都没有了。啊，现在这些武器发展，大杀伤力的武器。啊，在从前人无法想象。啊，这个是比如战争，为内无盗匪叛逆，外无他国侵流，故可厌恶朽坏，之国无用也。啊，这是说社会安定和睦，没有盗贼，
啊，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还有啊，我看这次到日本讲经，在那住半个月，住在乡下，那个乡下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景象啊！我看到路边有卖菜的，他有个小亭子。啊，菜上标上价钱，没有人看着，就在那个地方。你要拿去的话，钱丢在一个盒子里头，这收钱的，你自己丢在里头，没人看。那大概人家早晨一早就把菜放在那边了，到晚上去了再去收去，难得了。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老实啊，那么样的和睦啊，我看了非常欢喜。人没有贪心啊，没有占便宜的念头。所以有人告诉我，人民都是好人呐、啊！人民是很好求的啊，要学习传统文化了，一点都不难了 啊， 啊，从德行人，遵从道德，这就是从德。行使仁政曰行人，啊，我们字幕上有个错字啊，遵从道德这个从是对的，山下面有个宗啊，下面这个是念遂，遂德，这个是错字啊，要把它改过来啊，从是山下面有个宗勿修礼让啊，这刚才我们在这里说了都说的不少了。会所曰：尊卑有序是为礼，先人后己是为谦啊，事事先为别人着想啊，自己尽量放在后面啊，这个是积德，这是修福啊，又让者退让，退善于人，自不受也。啊，好事尽量让给别人。啊，过失呢，我们可以承担。啊，这样去做，这就是真正的功德。啊，你要问为什么？你给社会做好样子。现在社会人人都是竞争，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我们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啊。日本的稻盛和夫是个商人，完全用仁义，用道德来经营，他经营成功，
这是给一般企业做生意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商人当中的圣贤啊，难能可贵也，就是他不争，他让啊，让还赚钱，赚的还更多，这奇怪了啊！所以现在多少人呢，想跟他学习，过无盗贼，人民皆奉公守法，故没有偷盗。啊，没有人愿意去伤害别人，无有冤枉啊！在位者公正、廉明、公正，为察秋毫啊，故无错案。啊，这些领导、公务人员啊，廉是廉洁，不贪污啊。明是有智慧，他们处理事情公正啊，看得清楚啊，所以不冤枉人啊，没有把事情做错啊，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恃强凌弱，社会世间灾祸之源，这话说得很准确啊，仗持自己的威势财富去欺压平民啊，或者我说欺压对方，人家心不服，这就结了冤仇，冤仇结下去之后，世世代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苦不堪言呐！啊，这是八国，这持其军力，以欺凌弱小。啊，武力强大的欺负别人。富者呢，则仗其财富，榨取贫穷。啊，治权者，当权的，乘其权势，鱼肉人民。为非者呢，则借城绑匪，迫害良民啊，一众破寡，仗势欺人，袭人趾高，薄我长服，祸国殃民啊，莫此为甚呐！啊，这些现象现在在社会上几乎到处都能看到，所以社会的动乱其来有自啊！啊，地球的灾变不是没有原因的，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民共业所感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学佛的同修更应当提高警觉性。古人有两句话说，地狱门前僧道多，为什么说这句话？
啊，这个话说的是什么？生道都是修道的人呐、啊，品格高尚啊，有学问有德行呐、啊。如果不是真正修养道德，成就学问，啊，为正法求助，学佛的是为佛法求助，学道的是为道法求助。啊，求助一定要有传人，传人就是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这些长者。啊，接受十方供养，不能提升自己的灵性。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那你就罪过了。啊，那就是另外有一句话说，都是讲的出家人，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完。要知道，披毛戴就完是后半段，前半段呢，他要堕地狱受罪，地狱罪受罪满了，到畜生道还债。这个例子很多啊！啊，早年讲经我常说，出家人这碗饭难吃，在社会上360行是最难吃的这碗饭。啊，古时候夜泊千家饭呐、啊，我们今天吃的这一碗饭还是千家了。你说多少人供养？人家供养是为什么？是为了修福。啊，那我们的心行有什么福报可以给人家？人家供养我们，我们得不到这个福报。那就得要还债呀、啊！这个债还不清呢、啊。啊，所以一般人呢，不知道出家的厉害呀、啊。他有胆子，他敢出家了。啊，今天在中国，儒释道都衰了。啊，衰的原因没有别的，没有人就衰了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呐。啊，佛教里有人才出来就兴起了，没有人才就衰了。什么样的人？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啊，从开悟30岁开悟，79岁圆寂，没有一天休息。一天讲多久呢？几乎没有终止，从早到晚。啊，不讲经的时候身教，这为人演说吗？表演出来给你看。啊，把他老人家所说的，他全做到了，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我们要懂啊，经不能不念啊，不能不讲啊，啊，天天讲对自己有好处，讲给谁听啊？讲给自己听，自己确实一堂课没漏啊，别人要把这一部经听圆满的机会不多啊，自己真的从头到尾圆圆满满啊，讲经得利最大的是谁？是自己啊，才真正跟诸佛菩萨同德同行啊，一生受持不必多，一部经够了，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了。啊，自己有一部看家的本事。啊，别人请你讲经，请什么经你都能讲，你都没障碍。啊，为什么？悟了，开悟了。啊，守规矩，这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开了，贯通了，事出世间法全都没有障碍了，这叫法喜充满了啊，长生欢喜心了啊。佛教要不回归到教育，那就像天主教陶然神父所说的，二三十年之后啊，宗教可能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宗教全是高等社会教育，我们一定要把它恢复起来啊！一个人学一部经十年决定成就啊，十年不算很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能成就啊，为什么不干呢？啊，幕后这一句话，过得其所，人人过得其所，彼此相安，又无相通啊，和睦共处啊，厚往不来，厚往是待人要厚，好东西给别人啊，自己清苦一点没有关系，愿世界真与大同也，佛所行处啊，习蒙上矣，上面所讲的这理啊，先佛此理难思难议啊，啊，这一段经文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世界大同啊，我们中国人理想的大同之治啊，大同之治不是完全理想，在中国实现过啊，皇帝尧舜禹这个时代就是大同世界啊，夏商周这才衰了，才小康了啊，从汉朝到满清这是完全靠礼啊，用礼来治国，
满清亡国之后，礼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怎样帮助这个社会才能恢复安定和谐？一定要恢复传统教育，恢复儒释道三家的教学，啊，社会才能恢复正常，地球的灾难才能化解。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